挺高的。要不那个，要不那个，省一刀，下不松，白色也挺贵。要不那个，我裤子要怎么走？你也吗？
意外，这些因此我是那些事啊，也是说不出名。我牙这种眼睛浪费了，怕成长心无犯罪。好嘞，请你跑，我是不怕你的。哎，好嘞，你要告诉人哦，什么事啊？你现在很舒服。
一路上呢，一上阵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在爱你呀，岂不要他把属于你一点一切，我来这里学书了呢。那不是要什么事没有你？不为小燕子干的，是我的心意。我以为你是我的心，难道不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上你？
拉倒吧。弟弟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们我这来领个不要五五的来的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四川的人更是好，所以才叫你你五五。你是我做中医说的说真话的，我真的要有这些老土的来夸你。王姑娘，你听听看呀，现实怎么变了？事情是哪里也不愿意做官的人来往，当成了你与戏子。
显得畏畏缩缩。
人修，我娘了你，我也不想，今个进不了安心的人话。
宝兄弟，要是没有你这样心心动了，孙总的伤总不会好成这样欢迎你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看起心愿了啊？王姑娘，你哪里是哪啊？听你妈的。
你呢，丽香？好啊，那不就到里面去吗？兄弟，请。
四不女儿送去，要是去了要是好啊，可不行，请我告诉他。
要看谁？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啊，既有竞争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了？现在。Yeah.
们棺材套死，等我问询问这是谁，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教训这份，这是要我教授要是有我不要为了说明这样也好了，也好他们的美国死心出大面子。你万岁这些王，哎，你到底是欺负你，你万岁这怎么
人的奇怪呀，那黑鸟也是好人的，也好是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不在一起也不怕生，如今你一哭这么夜怕怕怕你不哭我打滚雨我是村长，今晚又上了亲，给你讲哎，什么人？从业从心，这肯定也是好人啊！我也是想到这里成了，这是那里姑娘啊？
凄凉，为什么在此地？月姑娘，你那个命令，他问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说出了一句话，我最近不该大姑娘。你最近是哪一个？虽是真知姐姐。你就是我。
亲亲二妹妹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！亲亲二妹妹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李姑娘，你怎么忘了亲姑娘来了？老爹说是亲的是宝姑娘。是你是宝姑娘。我告诉我，我
现在的皮肤啊，那个。死了，也是个，就死了。
我把他吃掉了，我再来。